地方吗？啊，一包多少钱？50块。这个我们没有体验过。吐，不要吃，不要吞下去。我想问一下，这个是麻麻的感觉。嗯。它有加了什么百灰？여기잖아여기。好。你好，你好，我要做按摩。哦，나안할래위험해보여위험한건지혜니해다들칼들고있어아저씨이게몸의기운하고이철이랑뭐이런거가이렇게맞는건가니이거는좋아어비야좋아你肉很多，你刚好要用那个刀子切切切切你的肉。这个花了很多钱都不用切。消除脂肪，消除脂肪。健脂肪有很多嘛，全部都是叉叉叉叉，有个对叉叉。对的。用刀按摩是我第一次看。我也是。这边的脂肪多多切一下吧。我们就是这样子。哦，不会危险，不会啊，好，已经30年了啊，谢谢谢谢。很厉害呀，很厉害，很厉害哈，很舒服吗？对啊，才开始而已耶，先把你的那个穴道哈，一些气口把你打开哦。哦，没事哦，好舒服，好舒服，还是。첫날에도마사지를받았잖아。对啊，我前天也有做按摩。哦。完全不一样感觉。啊，因为你刚刚按摩的时候有睡觉嘛，所以你都很大，所以对面的这个老板全部都是来这边哦。干什么干什么？有地震吗？啊，蹦极是吗？啊，진짜그랬어내가그거를사진을못찍은게진짜한인데다들깜짝놀랐어台北车站有地震了。哦，이게진짜이게안아팠어很舒服，很舒服。啊，진짜哦，진짜韩国一般来台湾就体验这个嘛。哦，就很出名现在。台湾人也还没体验过的话，大家这里是哪里啊？台北车站地下 Y 的 Y16出口附近，一边看公仔，一边做这个按摩。现在开始看你的公仔吧，已经开门了。现在我们去哪里呢？吉彦，台湾来过有很多次吗？但是这个是你肯定一次都没有体验过的一个东西，就是槟榔。槟榔。槟榔，我听说是有一点像抽烟这样的感觉。韩国人第一次体验槟榔，耶！哦，对的，台湾好槟榔，我听说槟榔小姐很漂亮，是吗？好期待哦！我一直在期待。你好，你好，这里是卖槟榔的地方吗？啊，一包多少钱？50块。这个我们没有体验过。吐，不要吃，不要吞下去。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年轻人也可以吃的吗？20岁。啊，20岁以上。也有那个限制。20岁。啊。这个吃的话会怎么样吗？啊，没有吃过。啊，没有吃过，你也是没有吃过。咬一咬，然后吐。咬几次呢？他没有吃过吗？어때？哦，很苦。要吐在哪里呢？啊，谢谢。很苦。然后呢？有什么？就这样，就苦一苦而已吗？苦苦辣辣。那为什么要吃这个呢？你也不知道。你也吧，你。哦，没有红呢。네진짜공이야오약간정말빠르하면서약간허즈더간주인데요마아약간알딸딸해알딸딸해어나我已经喝酒了那吃这个会怎么样呢짜잔槟榔是长这样的에
里面是槟榔，里面你放了什么？白灰。白灰，里面放白灰。약간조금뭐이렇게막빙빙빙빙빙빙도는느낌이에요그리고여기혀마마도感觉응台湾女生也会吃吗很少我要喝啤酒아스위스코가자이걸왜먹는거지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的原因第二次的话会喜欢이게나는조금신기한게아무것도안들어갔잖아요그냥바이펀즈바이제거쯔란더마아니야他有加了什么白灰아그런게있어그래도이게대만의약간되게기호식품이잖아아물론모든사람이먹는건아니지만그냥난한번체험해보고싶었어응好的作用就是提神的作用吧되게먹어보고싶었는데对 아근데솔직한얘기로는다음엔안먹을것같아我们要回家啦回饭店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안녕안녕이거한국에갖고갈수있나不可以吧不可以但是有些客人他偷偷的带来但是规定是不可以근데槟榔먹으면막입빨개진다그러는데그렇진않네어对啊没有变红啊그러니까종래이가이것도 많이있나知道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